你说什么啥东西？我听不懂。你知不知道你不能在这里睡觉？你的证件拿出来。什么？警察同志？你的证件拿出来。哦。是这个吗？是。This is his credential. Okay. Yeah. Check it out.G49298136。我需要检查你的行李箱。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检查同志。有没有东西不是你来决定，我现在要检查你的行李箱。就是几件衣服，就是没有别的东西，真的。你现在马上打开你的行李箱。没有东西里面。Someone passed away in his family. Dasu, you 为什么来新加坡？我来找我儿子来。找儿子？对。那你儿子在新加坡做什么？他在这边读书，读书两年，哎，对，两年没有回家了。我来看看他。你现在不能留在这个机场，叫你儿子来接你回家。不用警察同志，我自己就可以去找他，我自己就可以去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吗？可以。这个号就是他的，这个。谢谢你了，健康同志，谢谢。His son came here to study for 2 years, and he went back and find him. So I'm calling his son to get him back. Okay. Ah, that's all, sir. Anybody? Nobody pick up the line, sir. 打通了，警察同志。你儿子没有听电话，没有接电话，没有听电话。哎，这个孩子，电话都不接。你现在不能留在这个机场，我必须送你去地铁站。带我去哪儿，警察同志？我必须送你去地铁站。哦，地铁站。好，好，警察同志。我来了。卡找到了，对，是这儿，是这儿。铁头，铁头，铁头。
Kato! Why are you talking to me? I'm talking to you. 你是铁头吗？铁头，铁头，咦，这么像铁头，铁头，铁头，喂，铁头，铁头。 麻烦你把他叫出来，可以吗？你是他爸爸？对对，他爸爸。对，那个小弟。好吧，我帮你把他叫出来。好，谢谢你了，小弟。啊，不用。好。我给你一块进可以吗？不用了，那边外面是不可以进来的。啊，好，你们等着，叫我下来。好，谢谢你了，小弟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就说我在这儿等着。啊，好，好。谢谢你，小弟。啊。 他说他是你爸爸，铁头啊，可能你看你看，他就在前面，哎，铁头，爸爸在这儿啊，啊，就是他，铁头，哎，不认识你爸爸，我不认识他，你确定吗？你要不要再看一眼？哎呀，真不认识他，走吧走吧，铁头，不认识他，铁头，铁头，铁头。 不知道孙子骗子，我不知道，孙子，你当时在那边乱的，看到他妈的，你爹他妈跑成那样子，我跟你讲，绝逼！哎，几点了？啊，11点了，咋还？哦，我说了，这小子也太心狠了。哎呀，像他这种人，他妈多事，我跟你讲啊，就说啊，亲自你今天都不认，就怕被人批啊，也不知道他妈的钱是谁他妈给的。 铁头，哎，铁头，铁头，别叫我铁头！哎呀，你这孩子找不到你，快把我急死了！你知道吗？谁让你来新加坡的？你来干嘛？你这么长时间，你也不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你有事找不到你，多急人呀！我活得好好的，你来干啥？铁头，今年家里出了点事。 你是不是又借钱去赌了？你来新加坡的钱怎么来的？你是不是又拿他妈的钱？没有，铁头，这次没有拿你妈的钱，真的，铁头。那你来干嘛？你这孩子，我来看看你啊！以前你不是说带我和你妈来看上新加坡来看看吗？那是以前。
以前我说我要带我妈过来见见世面的。好了，你别在这待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哎，铁头，你这孩子别走啊！我还有话对你说呢，铁头。今年家里不好，棒子都被大风刮到了，妹子是着了很多蜜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想留在这儿找个活干，铁头。这地方是你说留就能留的吗？你都50多岁了，你能干了啥？哎呀，铁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工地上干了20多年，什么？别跟我提工地。就是你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妈才犯的病，就是你。哎，铁头，孩子，你别再提工地了，我对不起你妈和你。我现在不去了，就想在这找个活干，铁头，真的。你到底是要干嘛？你这孩子，爸爸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想天天看到你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看到我了吧？那你现在回去吧。你刚叔家的那小毛驴死了，铁头。你小时候天天骑着它在那个小路上玩，说死就死了，多疼人呀！你小时候天天骑着它，你忘了？你小时候天天骑着它在那个小路上玩，到了它的寿命解脱了，不用每天拉磨。对呀，说的对呀，天，死了也好，不受罪了。铁头，爸爸还没吃饭呢。你找个小饭店，我们吃个饭可以吗？吃完饭爸爸就回，可以吗，铁头？铁头，饿了吧你？快吃点，快吃啊，铁头！你这孩子，铁头啊，这边天挺热的哈，人也不少，你看，在这找个活好找吗，铁头？还行吧。啊。我看啊，铁头，这边也以后也没有什么发展，太小了，这新疆。你还不如跟我回家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这孩子，爸爸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回家多锻炼时间嘛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在你身边，你多买点好吃的。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真的，别忘了。铁头，你过年打算还回家吗？家里的人都很想你，特别是你那二大哥，特别是。
这两年你没有回家，你这个村里人都怎么说我？都说我养了个白眼狼，尤其是你妈，天天叨。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原谅你？好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如实回答。你说，你说，什么事？我全告诉你。那年家里的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是我拿的，铁头，是铁头，当时我真的对不起你妈和你，真的，我能太迟了。铁头，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。哎，快吃吧。我是生小孩看的东西，我长这么大从来不看这个东西，跟你讲，你知道我看什么吗？我看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你看这个多屌，要有血就有血，要有美女有美女，是不是？你很无聊嘞。我是铁头。铁头，哎呀，你好长时间没有打电话了，你爸不是去找你了？他今晚就回去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能把你爸送走呢？他不能留在这儿。你没看出你爸那腿都成什么样？你爸得了癌症了，治不好了。你爸打电话，医院打电话都找不到你。他说他不治了，拿着赔偿金就去找你了。你这孩子，怎么能让你爸回来呢？他那腿都那个样了，医生说他连桶水都不能提了。那包工头缺德，出了事就这么打发了。你爸去告他们，又挨了顿揍。他把自己的后事都准备好了。哎。铁兔，铁兔，你在听我讲吗？铁兔，对不起，这个鼠标有点问题，一直往。什么问题呢？你买多少钱鼠标的？哪里买的？10块钱，在那个。十块钱？嗯。现在哪里还有10块钱的鼠标啊？这个我已经买了好几年了。这吓人个屁呀、啊！这都够吓人了。我是生了小孩看的东西，我长这么大从来不看这个东西，跟你讲。你知道我看什么吗？我看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我看这个东西，就不是我这肯定要看的东西，知道吧？你确定？老子说确定好卡啊！怎么这个？不要看什么东西，大家要有共同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挺贵。不是真的吗？这哪里？你仔细看，就一个小设计，然后又自然那么大一个暴风雨。再加上他们说的这里面有一个大，本来就是要拍 PPT， 还是拿什么一点都不像。这假是假，可是我觉得还挺真的。啥意思？人知道很多，他跟女的去找你，他是因为他跟女的去找的，跑到那个房子去了。你能想象这风景？
上很小。